定的时刻，忽快忽慢，悄悄地溜走。后面的人是戴琳、曲艺。准备录影，加不西当不福利啊！我们现在夜练哈，今天几点来跨吗？也几点？一点，凌晨一点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这么好看？这么好看怎么办？我怎么这么好看？我就跟他 say no way。还是很有精神、啊，真的。明天八点要起床哦、喔。不是，是八点要到。八点要到。对，啊，我们七点就要起床了。我们应该只睡三小吧。因为我们要拍 MV 了。啊，怎么你台湾国语这么严重？要拍 MV 了啦，这是外特色啦。你也特色哦，特别色哦。啊，我你讲台语定的来介绍一下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林能，今天你我们来练舞，练舞好不好？练半的，明仔再讲，他再跑八点，八点要练舞。我们 girls 的新歌。一定爱支持，一定爱支持，好不好？我爱你。哎、欸，啊，我们怎么又绕回来？哎呀、啊，你是绕圈圈哦。因为台北的路太无。台北滴滴龙，台北滴滴龙。哎、欸、哎，大家疯了，大家疯了。不行了、OK ，我们要睡觉了。我们等一下要酝酿。还有人要去跑趴啦。真的哎、欸，真的，我就说朋友不要交太多。哎，好困身哦。夜晚的台北。哎呦，是一个哎呦，顺身呢、欸，吓死。嗯。跑趴了，跑趴了，跑趴好强，跑趴了，一、二、二、跑趴哎、欸，哎呦，哎呦，跑趴，到了名人堂，好暖哟，哇，又下雨哎、欸，天哪、啊，这是什么天气啊？这是什么天气 ？MV 开拍当天下雨，雨水蒸发，好，雨水蒸发。名人堂，早安啊，破西龟！早安啊，泡春生！好痛啊，谁打我屁股？手掌那么短又粗的走近啊，来看一下你。说一次，看一下你的手短。来来来，张开张开，看一下。我不要，拜托啦，带淫荡啊你！来，哎、欸，你很不要脸嘞、欸，什么靠脸吃饭？可以哦。我现在两个蝴蝶结，你想要哪一个？抽签，抽签，抽签！你要盲抽吗？盲抽。你上次看我修长的手，你说你修长的手，修长的手，那你看一下肥短的手。早看，不要逼我。你的手也没多长啊。你要我的左边还是右边？左边好了。好，那你是这个。個不是因为我只有一只手，你知道吗？我获得这个是，那我换那个。啊、你很烦、欸。来说像谁啊？来，像秀慧姐、啊。为什么？因为秀慧姐出去也是这样，她不会用，然后就请年轻妹妹帮她用。你下次是啊？所以你的意思是阿康妹帮你是秀慧姐吗？几点开始？九点了。睡觉。好会装、哦！我跟你们讲一个超好笑的事情。哎，不在睡觉。今天早上六点多的时候，然后我就在厕所那边，然后我就拿着我的裙子，我就放在那边，我说：“哎、欸、呀、啊，我的裙子嘞，我的裙子嘞。”然后他就拿着我的裙子说：“会不会偷人家的吧？”他自己身上穿着自己的裙子，没有。谁说？会不会偷人家的吧？没有，这是人设问题，就是他太常拿到人家的东西。好好笑哦！喵喵喵！喵喵喵！徐怀钰哦！是真的呢。所以你到底干嘛偷人家裙子啊？不是，是他拿着，他拿着我裙子哎、欸。你应该是真的偷的。没有偷，我没有偷哎。里面是安全裤哎、欸，我没扣一个。啊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啊，这是样本没有扣一个，尴尬。但是是一样的材质。现在来到我们拍摄的影片现场。影片现场啦，哎、欸，真的要，还好不是正面是完全不是啊？你怎么突然给我换一个？因为我不想跟你当阿姑阿花。学员到齐了。全员到齐，试试看喽。超级
远很宽啊，很宽，大家都变很宽。啊，注意阿花，有时间吗？好，那个我们走这边看看好吗？第一个队形，我们太晚没拍到他了。他这样好可爱哦！哎，你休息就补妆哦，肯定要吧。这个人是谁呢？这么大尺度 ！Oh my god！ 真的真香，这个、真香！穿的超多的，你不要嫌人家，但是蛮美的啦，是蛮美。阿翔，请问一下哈，阿姨都已经 vlog 吗？嗯 ，vlog。哇，三个阿志、阿花、阿胖啊！阿胖、阿南胖、阿南西，还有阿西冷胖、西冷胖、西胖胖、胖胖胖、胖胖。他运气哎，他运气哎，哇塞，好运气！那我帮你运气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你是胖啊。你是我是妈妈嫂，你是布偶妈妈，布偶妈妈得嫂，布偶妈妈得嫂，玩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不要不要不要，不要送我，出来你出来，哎，用刚好可以，哎，你蝴蝶结好大，哎，很好的礼物，哎，真的很好，真的很好，真的是好的，对啊，真的很好，不要啦，你打开。他会怕成这样、欸、那我要露出来要穿白色的、欸、那我去换、欸、可是感觉很大哎、欸、对啊啊为什么要送为什么要送因为我们的作我觉得他很可爱哦哎、欸、很可爱耶、欸、还有口罩哎、欸、天哪so sweet耶、欸真的，哎、欸，没想到他们，没关系，我扣一个，这也要自录，不是一样的吗？一样的，好牛，我真的，哎、欸，其实蛮可爱的，真的很可爱，为什么刚跳错？跳错才可以，什么意思啦？我们现在是要来找人家学妹，还没讲，我们已经换装了，真的，这一套你觉得好看吗？好看吗？好看啊，我已经眼神涣散了。好有魔力哦！我怎么突然要上广告？你笑到了吗？笑到了。什么桥段？蹦迪啊蹦迪！蹦迪！我还没用啊！哎，我一直很期待。我跟你讲，等我，我一直有点紧张，因为我才没用过。你赶快！我是在想哪一个时机我要长大，对，我要长大，然后我就要震惊这个世界，震惊的蹦起来。对。OK， 那我问你，你觉得今天谁是龙？啊，是林淡吗？最后一次啊。好好笑哦！哎、欸，我是为了配合你们的、欸，而且他出错，然后我们笑超开心，对，然后让你真诚 笑。我们前面看到那个是真的笑，我觉得你不错，请马上道歉。你真的不要怕学姐压榨你，跳错就是跳错。那你问一下我们这边，我一直在找云溪，想说云溪在哪、啊。对不起，他把我绑走，来交给你哈。来，那我问一下，云溪说好意思，结果我找的是云溪跟雅涵。哎呀，好厉害哦，上工了，厉害哦，快点呐、啊！来，第一次拍 MV 的感觉怎么样？很期待。很辛苦啊，可是看画面感觉蛮期待的。对，而且是一次25个人。我、哦、听说你们以前没有这么大阵仗是吗？也有，也有。我刚刚看你们在那，他们在那边就是回顾六年，觉得好感动。对啊，你之前有看过我们吗？他们有六年，他们出六次。对，嗯，我有看过两次的。哎、欸，当初怎么会想要来 Girls 啊？好奇一下。就是我以前是在模特公司，其实最一开始我是艺人的舞者，拍一些 MV 啊，就是专门当艺人的舞者。今年贵庚？25岁。好年轻哦、喔！对啊，然后我一开始是舞者，然后后来我就去模特公司，合约到期，我也没有想要继续签下去，我就想说，哎、欸，那今天女孩就是我还是一样很喜欢跳舞，嗯，然后这个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，对，然后加上乐天这个形象是我从来没有这样过，就笑笑的啊或什么的，我第一次笑笑的，笑笑的，带给人家很欢乐，然后很动感、很热情的感觉，我以前对，我以前是没有这样，你以前比较负能量。没有他应该是比较气质型的，我觉得。他只要就是冰山美人。而且听说你有个传闻，就是你洗头怎么样？你可以7天不洗头？没有我的画面，哪有？哎、欸，你回来了，来，不好意思，欸、我找10元。现在几点了？来，我们互录啊。哎、欸，有没有没有觉得？59了。你有没有觉得副队长很像？好扯哦。苏养文。跟秀慧姐。同事的部分。苏养文。然后还可以一秒变上。秀
哇，好厉害哦！好，那请问你第一次参与25个人的团体跳舞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屁嘞！你在给我敷衍笑啊！好棒哦！天哪，因为你以往都是一个人拍 MV， 对不对？对啊，我之前有拍过一个人，但今天这样没有这个经验。你有后悔加入吗？你有后悔吗？老实说，没有，没有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是一个很棒的经验。你以后可能60岁的时候，你回想起这段经验，还是对，很像我是出道女团这样。我们已经是啦、啊。好了，谢谢你耶，赶快上温泉站哈，赶快上温泉站哈，拜拜。拜拜。我知道怎么关，知道怎么关。香累了吗？香。我好想问你一件事，你怎么那么猛啊？可以拍 MV， 又可以全明星，又可以球赛。你才猛吧？你是吃冰果饮大师哎、欸。你比较厉害吧？吹上你而已。你的冠饮大师就是喝酒啊。我没有喝，我都是吹人家喝酒。别人酒啊。对，我都是那个三九。然后我就一直运动，越来越瘦了。我现在会不会很丑啊？不会，你这样超正的。因为云溪的这个美颜开很凶。他这开很凶。他是三星。二亿。Go！ 好累哦。七上八下，三姑六婆，一石二鸟，一箭双雕，五福临门，四面埋伏，六六大顺，五花八门，五花肉好吃。来，我看看你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。你晒伤吗？这么暗的地方，我们今天甚至没晒太阳哎、欸。我晒伤嘞。哎、欸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你穿腿套跟袖套哦。我好奇怪哦，怎么那么奇怪？会不会你全身上下最白的地方是？原来这里吗？你就是太阳啊，两颗太阳啊。跟着两个太阳，无限希望照耀你的前方。结束啦！结束了，现在表定多少？11:12。你们在干嘛？你们在干嘛？独一无二闪烁。怎么突然间看起来？刚刚因为我们在聊 MV 啊，然后看到你他们都说你是最辛苦的。但是各位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们现在收工了。耶！哎，我们这首歌叫什么 ？Rise up， 是 Rise up 吧 ？Rise up， Rise up， Rise up， 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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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收看哈，女孩的 MV 哦。好，喜欢看我们拍摄影片，你在下方留言，记得不吝啬哦。喜欢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还要跟你抢一张。滴滴滴。嘟嘟三件限时优惠，899。